另外，报道国小十二月三号将举办校庆运动会，校方就讲要邀请校友等下到母校来庆祝，特别是伫这校园内面来挂一粒这黄色气球哦，可以飞伫空中，伫暗时看的时阵是搁较明显。伊又讲这内面搁有加装这 LED 灯，熊熊看过去，得产就是月亮同款。校方也欢迎店面做会来庆祝119周年校庆。这粒黄色空气球直径三公尺，宽度大约25公尺，就伫咧北岛国小的校区的空中来飘扬。今年是校庆119周年，校方为着邀请这校友等来到母校做会来庆祝，特别挂上这粒空气球来邀请。那刚好在我们的校庆的一个前夕，我们想要邀请校友回娘家，就透过这个空飘气球告诉我们的校友北斗的校庆的时间到来了，也让我们的北斗的乡亲了解到北斗国小是一所百年的一个名校，北斗国小文风鼎盛，加上各界的关心，我们的校务是蒸蒸日上，北斗国小校龄119载，昂首向前喜迎120年，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跟校友能够进到我们北斗国小。那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空飘气球晚上还会发亮，让我们的乡亲们都以为这是一颗超级的大月亮，也增添大家在茶余饭后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，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idea 哈。欢迎大家来到北斗国小。这一位间台湾出现超级月亮，同时也吸引真侪民众来欣赏。同时校方已经挂上空气球，为着搭上这超级月亮的空调，因此就伫咧气球内底装这 LED 的灯，夜间来点光相当的夜幕。三号是北斗国小的校庆活动，校方也欢迎这校友甲这社区的民众做伙来参加，做伙来庆祝119周年。中视新闻，小明凯报道。